从多伦多市中心到尼亚加拉瀑布坐火车2个小时，下车后走3公里，从连接加拿大和美国的彩虹桥下穿过，瀑布就在眼前。沿着马路走，左边是大瀑布，右边向上延伸的街道是熙熙攘攘的人群。继续沿着马路，一边走一边看瀑布。马路右边坐落着一个大楼，是警察局，大楼正面对着大瀑布。再往前走，左边瀑布声势浩大，马路的右边是一个玫瑰花园。 Thank you.